一开始不知道呀，我们都认为可能是生意好，然后很忙。后来一看，哎，老板不在，不对劲啊。那芒果不是把它摆好了吗？有些人可能以为不要了，然后在里面捡他的芒果。捡完了之后，然后旁边不是又香蕉，然后先是一个老头把你箱跑掉了，然后别人看他搬，他也搬，到最后连那个空的箱子、纸箱子都被搬走了。那箱子里面水果基本上都是好的，大概3箱左右的水果吧。后来那个老板来了，然后跟我说，他那个老板给我赶庙会，然后请了两个小伙子过来帮他做生意的。我那两个小伙子去看病馆睡觉了，不可思议啊，第一次看到吧。